撑不撑？撑撑撑撑撑！行了，别踩。干嘛别踩？这里有没有切尔西？我踩我踩！快呀、啊，不准被人踢了！这是布兰采绿色方块生存，由于我们天天欺负雨蛇神，所以他用了他的蛇神之力诅咒我们不能进入森林。要是踩到绿色方块，就会被惩罚。我们要打败雨蛇神才能恢复正常。不就是不能踩绿色方块吗？只要把草块挖了，下面的方块就变成土块，不就能走了？啊！我怎么还是不能？因为这里每狗带一次，就会有一种方块不能走。正好刚刚你狗带显示黄色方块不能走。什么？上条你怎么不早说？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呀。那现在不仅绿色方块不能踩，这条黄色方块也不能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可不想在这里孤独终老啊！遇到事情不用慌，先拿出手机发个朋友圈。搞错了，再来。遇到事情不要慌，稳住心态最重要。既然不能踩绿色方块，那我们可以交换坐骑啊。对呀、啊，辣椒，你太聪明了。傻，聪明个屁，根本不能交换坐骑。牛，不能交换，我们可以驯服呀。怎么驯服？只要喂牛吃樱桃，我们就能把牛驯服成坐骑了。可是樱桃长在树上，我们根本收集不到。这个简单，只要我们在背包里举起几个泡泡糖，我们就能飞到空中摘樱桃了。哇塞，辣椒，你这智商7250啊！那必须的。等等。你是在骂我还是夸我？当然是夸啦。终于收集好了，嘿嘿，成功驯服。大家我们去教训雨蛇神吧。别急，牛肉坐骑生命值太低了，而且速度很慢，要是被野人及时攻击一下就嘎了。我们得去驯服更厉害的坐骑黑龙。啊，黑龙要怎么驯服啊？黑龙是地狱之主，我们要用特殊的岩浆才能驯服。啊，那特殊的岩浆要怎么获得？有一串神秘的代码。代码呢？代码我就放在评论区了，然后喂给黑龙吃，就能成功驯服了。我去 ，boss 真的都能驯服？不仅如此，驯服后的黑龙不仅能飞行，而且还能发射黑龙的技能黑龙吐息呢。哇塞，这也太牛了！那打败雨蛇神不是轻轻松松？雨蛇神，我们又来了。什么？我不是诅咒你们不能走绿色方块了吗？你们怎么来到这里生命？当然是坐他来了。哎呀，黑龙大哥，你怎么被人类骑在头上了？他现在是我们的坐骑。什么坐骑？不是吧，你的 boss 什么时候都能被人类驯服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那你现在不就知道了？等打败你，我也把你驯服成坐骑黑龙吐息。别闪了，别闪了、啊、别闪了，别闪了、哦哦哦、驯服。哇塞，雨蛇神也能被驯服，有了这个代码，那我们不是能驯服秘密所有的 boss 了？也不是不可能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最想驯服哪个迷你 boss 呢？